夏天一定饮品是不可少的，一定要的，尤其是手摇饮啊。但我为了健康，所以我现在都喝鲜奶茶。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讲？我要来介绍这个嘞，我要先说，我每天都有喝2000cc 的水，就是泰式奶茶。准备了这个米红的高效乳清蛋白，说它是100%的原食材，我觉得这个糖分我就可以。